嘿，大家好，我是 Nix， 欢迎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我们上一期呢，应该是把这边这个游乐园的周围应该是探完了。这期呢是继续我们探索，估计呢是想往大概是东面的这个地方探一探。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探了多少，总之是在探索这个东边之前吧，我想先把之前的这个地区是看一看。这边看到了这个水的叫什么元素方碑，至少是有印象，这个地是做过。那就等于是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探完了。如果说这个方碑是已经激活的话，然后那边呢也是有那些水的精灵还是什么，总之是也是给找出来了。那估计等于是这个地方应该是都探过了，那就是相当于是好办了。这个地方如果是探过之后呢，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好像是探这个地区的时候是以这个东西为分界，相当于是左边的东西都探了，那就等于是探右边的东西。这个有点有意思啊。这是每个解除一个水泡。这个会是这么远吗？又是有拖队友后腿的。然后呢，我猜这个应该是没有点着的顺序之类的。看上以这个为起点，可能是沿着这是左手边探一探。探过吗？还是没探过？应该是作为一个分界线，我留了个箱子。这些应该是已经，好像是没射的东西，中间是一个圆的，射完之后是一个心。那就是这个地儿探完了。之前是怎么着？这么着走？一个又是一个泡澡的史莱姆。お手柄だ。じゃあ寝てもいいか？然后呢？这是他被我们已经营救他
しい宝。那个下边应该是这个瀑布区是有探过。这个是没有探过。这上面是可以踢吗？我记得好像当时来到这边，我记得这个东西我有印象。啊，就等于是这边，我估计先探这个地区。这是干这个用的。お触り。マイ。这边没有起来。宝とは旅の醍醐味でござろう。かかれ。部外者禁止。風の赴くままに。本是探到了一个上山的路上，以这个地儿可以是截一下。这刚才好像就踩到他脑袋上去了。这个呢？这是你有同伴被压在下边了吗？还是这个已经是解谜完了的东西，好像是解谜完了的。我在这个应该是我当时主线的时候的一个地点。还有个老虎。散乱せし在に言葉なき手がかり。哇，这个脑袋，这个直接眼睛朝下看，有点恐怖。什么意思？没明白。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东西啊，就说如果这个车它里边没有那个发动机似的，就是没有能量，可能要进去一个，我能理解。那这个东西我是已经可以做了的。这个上边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等于是这个上面没有，这个地方之前应该是跟下去啊，这个地儿探了，这个、周围探了，等于是内部可能是还没有探。内部的话，哪俩蘑菇？这个地儿探了，这是有那个
史莱姆泡澡的地方也探了。这个好像是他给我们开了个箱子，然后这个呢，这个没有探，那边是对岸。風の行く先を宝とは旅の醍醐味でござろう。这样感觉上这个周围应该是都探过了，等接下来是从这个地儿这么走。这老虎是什么？这些小的是水精灵还是什么，也不清楚哪些是我已经就是弄完了的，可以对已经对完话的，还有哪些是我需要跟过去的。刚才那只它是在带问号，又开始带问号了，就是我走过去才开始带问号，之前好像是一个那个桃心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这个有意思，果然是两个。什么？意思是我替这个我，这个前面应该是没有东西了。前面是一个对岸的东西。就是如果替的话，也就是到对岸了。我记得好像这个是我当时来的，哦，还能回来吗？我当时应该是这么过去的，就是这个什么剧场应该是这么来的，好吧。在保险起见呢，我去上边看看有什么东西。这个可以召唤，然后别的应该就没了。这个是，这前面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建筑，但是我这么看好像倒是什么都没有。这是天上的好吧，那就有意思了，就等于是这个剧场是一个高处的东西，我要去的话只能是从那边我踢过去然后坐车，那就等于是现在我估计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楼下的东西都探一探好了。先浪船先，或者先把这个浪船做了。
宝箱も、じゃああなた。看一下，当时是从这个浪船这儿。你这儿为起点，那边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东西？哦，这个叶兰的意是不是对你没有效果？这个东西让我有点好奇，这中间那个是假的？这个会连锁吗？不会。看一下那个很可疑的那个东西，这是你可以跳上去，还是说这是可疑的东西？跳上来了。然后这上面有什么呢？有一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啊？啊？啊？这个是我要先跟他对话，然后再去。怎么感觉这三个人应该过去的呀？什么情况？看到两个标志，那个这两个人是变成那个标志，这个人是干嘛的？就感觉好像没有后续了一样。这个周围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说你变什么都很可疑啊。那是被捉住了还是什么？啊？这箱子是一个什么？这是被捉住了。还差一个吧。宝箱も、蛇を穴からおび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ね。那儿可以跳。让你这么上去的，还是这上面感觉没有什么东西？我先上去看一眼。啊？这居然踢不住，这么远。看看，
这个什么地儿？这是个可以探的地方，但是我想先把下面探了。找个任务。这是我做那个浪船的东西给的还是什么给的，这个箱子是怎么出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等于是这么过来，这么绕了一圈是吧？接着探。这个哦，这是到了之前看的那个位置了。这要把它打掉吗？没反应。这是我已经解谜过的一个玩意儿。这个上面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是踢过去，那边有个东西。那个东西没了。连上面是可以上去那个地儿，然后这边就是探过了。我猜这个地儿应该是探完了。等于是这个地儿好像是一个瀑布，有点像这种东西，但是被东西挡住了，可能看不见。然后接下来的我的一个想法是，这个高处，这个应该是很高，这个高处能去吗？那边好像是有去过，是弄了这么一个东西。好吧，那我觉得这个地儿应该是探完了。那等于是接下来的前进是，好像是这个地儿有一个弹跳的东西可以弹上去。这个地儿应该是探过了，我觉得我去做那个弹跳的地方吧。哎，在那边。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行こう。啊？せい。这是来哪儿的呢？这应该是这个瀑布的上方。
这都是什么呀？这能打吗？这叫浪船来打？那是这么着，就等于是这个里边探的时候，相当于是你这么过来的。上面还有别的东西吗？伊萨，風の行く先を。这个是。你走一走会有新的发现，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哦，我再往下滑，我在那边这么走是到那个地儿。左边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刚才。風の流れる方へ。哦，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我这么着来的这个位置，好吧？但是来完之后是这么一个探索，那就是我可以先把我刚才那个蘑菇跳上来的地方探一探。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你是可以在深处有一个开浪船，现在是这么开过来，但是现在我已经跳蘑菇跳过来了，那就直接探好了。かかれ糸よ工作せよ部外者禁止捕まらないぞ風を知れはっ箱中で寝れるかも。诶，这是有真的是吸了个冰吗？这个好好罕见啊。然后呢，需要找一个哦，好吧，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想去的那个地方，好吧。嗯，哦，免疫。我之前跳上去感觉有一个没有，就是没有结束的一个地方，是这个地儿吗？好像是这个地儿。当时为什么那两个人没有过来，一直找我招手的这个人是变成了这个人，好奇怪啊。这是开浪船这么过来，这个东西应该是已经做完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做，这是干什么？前半句我说什么两个什么水坠入爱河，我以为是泰坦尼克呢。无法停止行动，这个真的是泰坦尼克吗？这个要干嘛？拍摄？就是我要
找过去帮什么忙吗？部外者禁止。上有什么东西吗？穏やかな雰囲気。就是我感觉上我应该是把这个东西要怎么着是吗？お触り禁止。这俩只是汇合，在这个聚光灯的地方汇合，然后离开。跟这个导演乙有关系吗？上面是一个没有碳的地方，这些灯不太清楚为什么不能。这个我给它挡住可以吗？揺らぐことなし。火。这个柱子不可能持续这么短吧？他是在拱我，我拱不了他。这个什么，为什么这么慢速度？没有水帘洞。我想不到什么了。上面是可能去探一探，但是这么看好像是一个这个轨道。他说是什么太活泼，于夕阳，两只同时出现在墙头，都是墙头还是什么船头？出现在船头。不是夕阳，这跟时间有关系吗？接下来现在应该是夕阳的时间了。お日様が出たら日光浴。お月様が出たら月光浴。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是我把你给挡了。
可能是我叫兜挡住，这个有挡住吗？我还要，我没有人可以挡了呀。还有谁能挡？这个算挡吗？要换队。揺らぐことなし。我天！取るに足らないわ。烧一烧有用吗？料理の時間だよ。不清楚。然后这个往上的话呢，我感觉上就是几率也很低，因为上面是一个过山车的地方。这是什么啊？这倒还是个船。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之后要探，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另外一个精灵，他可能让他们，让另外一个精灵呢变成这个水泡之类的一个东西，不是水泡，就好像变成一个灯光，或者是可能就是这个周围就是有，我没有找到，但这边太偏僻了，要找就可能只能是在这个周围找。有可能的话是，这边倒是一个浪船，我是要，我知道了，就是我要把浪船开过来，然后让说，在船头的话，并不是这个船的船头，而是在它这个聚光灯的地方，把浪船的船头开到聚光灯的地方，让这个船头的位置变，那就等于是。这有浪船的图标吗？没有。总之，这个应该能，我不会，我感觉不会忘记。那就知道了，接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上面。这是那个
那个电影叫什么 UP 还是叫什么，我记得是叫 UP 吧，是一个动画电影。气球这边是城堡飞进来了。什么没有 T 了？等于这是一个剧场，所以说出现了这些一些电影中的名场面嘛，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不对，我可以装备着这个东西。这个有点可疑啊，为什么刚才我感觉我对话的一瞬间还出现了那个石头的血条似的。这个没法开启吗？这是个什么情况？这个是，我猜这个剧场的那边好像有个任务，我猜是不是跟这个相关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才发现好像这儿还有个东西，这是哪儿开来的？这是，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是开到哪儿的？这是这么开过来的？这是这么开？总之这儿是这么着，开到这儿。我猜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暂时弄不了，我猜可能是要把那里边的那个任务给接了才可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估计可能是坐这个车，现在是这个应该是我到剧场的一个一开始的位置，我估计可能是从这儿按照顺序这么探下，应该是可能是更合理一些。那我接下来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去把那个浪船开启，把这边浪船相关的东西给它做了。或者说我直接现在可以接这个任务吗？真的是啊，就是这是之前那个船吗？不好，潘萌在说话，我没有都跳过了，都没有看在前面东西，我都没有看见。
天空高城应该是我之前看的那个地方。这可以直接看吗？可以，那就好办了。这个海盗跟之前那个东西还不太一样。总之，我现在的计划是想把那个浪船做了。这个E的时间也太长了。啊，这个地方还过不去。这个连。我连后退都退不了了。我是怎么进来的？这能给打坏吗？这也打不坏。我本身以为我找到了解决方法，结果还不是吗？还是？已处在镜头中的位置，什么意思？但是另外，为什么我这个东西这么……啊？没明白。我在那边照了什么东西？这个是在你镜头外，就是你只要是调灯镜头外就行了，跟这个船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开一个船过来吧，让他们就是开到这个位置。我本身想法挺好，结果原来不是这么一个解谜。好吧，那这个就可以取消了。然后我之前这个也做了，这个船我不太清楚，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东西，但是先不管了。就等于是那个任务接了，我现在可以去这边把这个做了倒是。什么叫又可以玩？我们之前是没有玩过啊。伊萨，这是什么呀？然后呢？
風を知れ。よっ。行こう。た。はっ。や。这个之前有吗？这不会说这个屋子上面还有个罐子。这个下面有罐子吗？有罐子。哦，这还有一个东西。没有罐子。就是我已经完全这个顺序全是错的。天空高城是这个东西？之前我是为了省时间，我是直接跳过了这边这个 T， 结果就 miss 了。这些箱子是不能打的吧？总之也是第二次来，发现这个地方有些箱子是可以破坏，不太清楚。有什么意义？啊，说是什么风之威力还是什么？这边也是都拿了。这个是我之前破坏了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吗？为什么摄像机角度这么奇怪？
感觉上剧情可能比较有意思，但是没有旁白，然后弄一个话剧，没有旁白的话，就是哑剧嘛。但是纯看字幕，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吧，就是一点融入感都没有了。哎，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查，但是我现在呢，先把所有的这些什么威力都给吃了，然后所有的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一下。后面有什么东西吗？伊萨，这是干什么的？風の流れる方へ。感觉有秘密似的。哇！よっと。这个地儿可以走，怎么换不了人？就是叶兰比万叶高很多，就直接高的连这个地儿都盛不下，是吗？可以盛下。風の流れる。这有什么意义？我希望之后能找到它的意义，要不然这个东西就是太蠢了。好像是都找完了。啊，这个东西的上面不太清楚能不能去。我现在感觉上，我稍微费点功夫可以爬上去，但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意义。这边我扫描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那就直接开始吧。这是干嘛？就是找风之威力。能飞上来吗？这个居然爬上去了，我猜这个东西弄到最后会出现在上方还是什么？你也是演员，这个太龙套了吧？这个东西就好像，怎么这东西又出来了？
收集那个风之威力就没有，也没有一个计数，就感觉上你收不收好像没有区别似的。设定上是你要收集，但是我感觉上我要是一个不收，是感觉这些东西为什么又复活了？这边摁键盘没有用了，需要点鼠标。嗯，果然有这个问题。天空高城旧手记，等于是还有一个，这个就先不管了。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可以破坏的瓶瓶罐罐，这又出现了，是一个什么情况？那这个又出现了，这个我之前有破坏过吗？我还是感觉好像是你给的都破坏了，会有隐藏的奖励似的。这下面有东西吗？这是我能找到的，应该是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有可能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用，还有一个可能是哪个地方还藏这些东西。这边说实话探的不是特别仔细。就是像这种平台的下边会不会夹着一些？你像这个地儿就是很可疑，我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这个上边的话，既然这个地儿是以上升为主题的，我觉得还是上去看一看吧。伊萨，風の行く先を。这能射爆吗？
然后按照之前的经验，这个应该是没法爬的吧？爬不了。这个能着陆就已经很不错了。可以，但是依然在滑，居然是会再往上滑，呵呵，来回的滑。这个有意思，我现在能打出下路攻击吗？打不出来。我打两下是不是会掉下去？这个啊，好吧，我一动就被无形的空气墙给推了出来。可以，那这个地儿我觉得应该就这么多了。那些很奇怪的会刷新的可以破坏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感觉上是你破坏完了会有一个奖励，但是我猜我可能是 miss 了。不过也就 miss 了，也就 miss 了，才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奖励，或者说呢，是我这边来的路上有什么吗？那个是什么？那边是哪？那边好像是另外一个话剧的起始地点。我是这么来的，我是不是来的路上有没有没破坏的？比如这个地儿没有，这边就已经，这是个笼子，这应该破坏不了吧？没有，那我估计就这个样子了。总之呢，是把那边那个其中一个话剧是给做了一下。这个剧场我估计接下来怎么探？我估计可能到时候就是坐这个车坐到一开始抵达的位置，可能是按照抵达的这个顺序再正着顺序探一下。你之前就感觉好像是从一个奇怪的方向来探索的。我估计下期是从这个地儿，总之坐一下车，然后再探一探嘛，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呢就落这儿了，也是下次喜欢，我们下期见。